记得你说在我需要的时候这里随时可以借我用。记得我说过我愿意候补吗？明明我不开心他也不开心，可他偏偏还催着我结婚，我觉得他是存心想折磨我。其实我觉得维栋他是爱你的，他只不过是在等你爱上他。东方美 Impress 面包树上的女人。